Battery 50%.一间百分之百嘅纯出口嘅一个贸易公司嚟嘅，我哋啲产品咧就系婴幼儿嘅啲地垫，我哋中国嘅第一钱，尤其系对于外贸行业嚟讲，影响力先大，系好犀利。人流起来，经济复苏。 係香港嘅，咁唔同地區嘅呢一啲採購商，佢哋會提出唔同嘅需求咁樣。42.8%。 我哋今年系广交会嘅线上展，系第一年系参加嘅。点解我哋会参加咧？主要系参展，一直系展，我哋都会参加香港方面嘅一个玩具嘅线上展。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。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说。 提升中国在全球商品市场的。一种交易期货问。 结算货面增量。今年1到6月，舟山市大宗商品跨境人民币结算34亿元，同比增长6%，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有品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机制。周茂华认为，未来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种类。